其事啦，佢有冇嚟过啊？冇啊，爸爸，佢唔系同你去咗苏大比嗰个股东拍卖会咩？你咩事咁嬲啊？哎，揾咗咁耐，终于俾我投到呢只明朝古董龙纹花樽，草鸠十二生肖晓咗我心愿。嗰个雷公啊，将牙斩斩话要同你争，点知你一出价3000万啊，佢即刻缩沙，一夜就剥咗一排牙啦。千金难买心头好啊！呢只花樽啊，全世界得翻一只嘅咋。嗱，莫讲话3000万，俾多3倍我都制啊。嗯。啊，其实小心啲啊，你仲绑住，制低佢先啦。哦。俾我揾到佢，我要佢好似个花樽咁粉身碎骨。我究竟喺度做乜嘢啊？头先企定定俾姐夫闹咁咪算咯，系都要走噶。我谂姐夫而家定嬲到想杀钟噶，咁点算啊？咦喂 ，K 师，你咪唔舒服啊？使唔使帮？哦，冇事冇事冇事。我帮鞋底。各位手足注意，上头啱啱落咗指令，一旦发现法律部主管吴家聪嘅行踪，立刻捉住佢，直接交俾大龙山处置。前面听俾我讲，卡宝，我知道你实系匿埋咗，唔知喺边度听紧噶。嗱，你再唔同我死翻出嚟嘅咧，你就知未毒啊吓！喂！死啦！我走得去边呢 ？Timmy， 系舅父，部长。舅父，你唔好抌低我啊！舅父啊，你唔好抌低我哋啊！系边个衰人撞到你咁噶？我哋一定要报仇啊！舅父啊，你爱啊！李师生条点啊？医生点讲啊？医生佢咩话？你细舅父都醒唔翻啊！一日最衰都系我啊！系我就舅父，我就死咗佢啦！日日都系我 ，K 师惊俾佢闹先至走，先至会冲出马路俾车撞成咁。啊！爸爸、小莲，你哋唔好咁激动住啦，我揾医生问清楚先啦吓。喂，咦，我点解会喺度噶？舅父，你醒翻啦！舅父，你冇事啦，你吓死我哋啦！我有咩事啊？点解你哋一个二个企晒度嘅？头先喺公司门口出边俾车撞，啱啱送咗入嚟医院咋？仲以为你呢世都醒唔翻啦，争啲俾你吓死啊！头先。啊！我明啦，之前我喺嗰度生活咗10多年，呢度只系过咗一阵间嘅咋？边度系嗰度啊？嗰度系咪真系呢度啊？好开心见翻你哋啊！我啱啱喺异世界，我翻咗嚟啦。异世界？我记得我俾架火车撞到之后，我去咗一个好诡异嘅地方。边度嚟噶？原来我去咗异世界，啲建筑物同埋啲人嘅衣着好奇特，好在大家都讲广东话啫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勇者受咗伤啊！唔使惊，呢度有回复 HP 同 MP 嘅药水，大魔王必备。沙漠马啊，沙漠，啊！我复活啦！呢位勇者，取药水，你仲需要强劲嘅魔法杖，大魔王必备嘅。好，我要。好。啊！出发！真系有魔法。更奇异嘅就系呢个世界竟然每个人都识魔法，于是我都摸索咗一阵。咦，呢位先生，
睇你嘅衣着咁怪，你外地嚟噶？使唔使买翻件魔法袍咧？阿巴老古，哇！点解件衫有火嘅？好可惜啊，件衫唔要得咯，不如买翻件魔法袍啦。多谢老细。比利卡，比利拉拉，比利卡，比利拉拉，抱抱你啊，比比路多。我点解着火嘅？着火啦！好嘢啊，好嘢啊！难得有机会重新做人，我决定要闯一番事业，做异世界最强嘅魔法师。温哥迪拉为我杀！比利卡，比利拉拉，抱抱你啊，比比路多。经过我多年嚟嘅修炼，我要同大魔王决一死战。大魔王，你死期到啦，今日我要为民除害。你殺到我先至講啦！周修玉，四十十步身。魔王成为异世界最高级的魔法师，在我最风光的时候，我一时行路不小心被架马车撞到，我一擘大眼我就翻咗嚟啦。舅父，你唔好讲笑啦，异世界你估卡通片啊？舅父唔系讲笑噶，佢一定系撞坏咗个脑，而家你讲嘢连细佬都唔信啊。但系 K 师头先讲嗰个古仔有文有路，唔似系作出嚟。咁唔通佢唔系撞车？是撞邪？你哋唔信啊？摩路斯，斯路摩，摩路斯路多。做做做咩个双面盾啊？打开嚟睇下。佢明明见到个盒跌落地下，入面应该碎晒噶。唔通舅父，你真系识魔法？你哋而家信我喺异世界翻嚟。嗯，啲水都唔够冻嘅，唔怕，有办法。巴美露古拉露古拉里罗利卜布，哇！你睇下，有冰啊，咦？哎，睇你乜今集嘅剧本咁精劲啊，得三个音嘅？唔系啊，原来咧我攞错份旧剧本啊，帮你碎咗佢先。唔使唔使唔使，攞俾我，等我搞掂啦，好简单嘅咋。比利卡，比利拉拉，抱抱你啊，比比路多，唔见咗嘅？梗系啦，我话晒都系高级魔法师嚟嘅噃。舅父，你啲魔法好犀利啊！哇，真系不得了啦！你都俾佢压到啊！你见唔到噶 ，Magic！ 呢个世界边会有魔法噶？佢梗系惊爸爸闹佢打烂个古董，喺度扮鬼扮嘛，掩眼法嚟嘅，呃我唔到嘅。但我硬系觉得而家嘅 K 师唔似一个正常人。你哋咁唔正常啦，个个都信佢系乜鬼嘢异世界翻嚟。嗱，我哋唔好再争论啦，因为爸爸咧已经请咗一个专业嘅医疗团队嚟睇 case， 仲有驱魔人茅山道士嚟帮佢作法，就等啲专业嘅嚟睇下佢系真定假。各位。
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密，我系张景纯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